今天带来一个很好玩的盲盒，你们一定会很喜欢的。现在邀请我们的嘉宾上场，你们猜一下他是谁呢？欢迎我们的可可，你们猜对了没有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点个小心心，欢迎一下我们的可可。你知道今天来拍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来拆盲盒，一整箱的盲盒呢。哇，这么大箱！你知道这是什么盲盒吗？奇妙门可。Yes， 他竟然知道嘞！这里有十个惊喜配件，它有畅畅萌可、胖胖萌可、正正萌可、爱心萌可、勇气萌可，还有一个隐藏款，我一定要猜到你！没想到里面有六款这么多，跟你的衣服好配哦。对呀。今天我们就来拆奇妙萌可惊喜竞盒系列的盲盒。要怎么拆呀？它里面呢会有一个隐藏款的，如果你猜到隐藏款了，我就把这六盒通通送给你。如果你没有猜到的话呢，咱们就一人分一半。好，快来找到属于你的奇妙萌可，现在开拆喽！我猜这款，哇，你看还没拆就觉得这个镜盒很漂亮了。你看粉粉的好漂亮。我觉得每个宝石都不一样的。是吗？我这个是黄色的。我这个也是黄色。我这个是绿色的。哦，真的。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紫色。哎，真的不一样，这个还是粉粉的。哇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那我拆一看，原来它是要把这个宝石拆开，这条才是钥匙，穿进去呢才能把这个镜盒给打开。把这个钥匙插进去，嘿，哇，唰一下就打开了，好神奇呀、啊！还有一个包装，有一个小镜子，这个应该是戒指吧？喵姐，你搞错了，这个钥匙是插在这个戒指上的。看一下是不是吻合的？哇，真的，插进去刚刚好。看这个，so beautiful， 哇，真的很好看耶！你想不想我猜到隐藏款？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猜到隐藏款。那我还是不要你，我要猜到隐藏款。哦。我这个是谁你知道吗？黄色的勇气门可，把他的头跟身子连上去。哎，可以啦，我可爱不咯？真的是勇气门可。可可你太厉害了吧。我先看一下说明书。喵姐，下面还有一层的。我忘了，里面还有两个可以拆。哇，好可爱，是他的衣服，还有一个雪糕。里面能拆出这么多小配件，每一个都很精致。我们先把它组装起来，待会给你们看成品。组装完成，经过一身装扮之后，哇，变得好可爱啊！你们觉得我萌吗？我的勇气萌可，太 Q 题了，你看。我也要猜一个，猜一个紫色的。你觉得你会猜到谁呢？我觉得我会猜到畅畅。我想猜到这个畅畅萌可，还有这个隐藏款的萌可。想跟实际是不同的。打开你的钥匙。哇，我好期待他是谁呀、啊！哇，看到没有，是紫色的。被我猜对了，没错，这个就是畅畅萌可。是不是有什么含义？这个钥匙是紫色的，这个也是紫色的。所以你就猜对了，是畅畅萌可。对，可惜你不是猜到隐藏款。但是我猜到我想要的嘛。你们喜不喜欢畅畅萌可？那你真是很好运气啊，一说猜到了就中了。把这两个给拆了。哇，我猜错了好多宝贝，我要把它组装起来。畅畅萌可已登场，转转你的小舞台。我觉得这个一定有什么含义。你看，这个宝石是紫色的，这个也是紫色的。你刚刚猜的是黄色的宝石，然后这个也是黄色的。按照你的说法，那咱们一起来猜个金色的，里面就一定是隐藏款。千万不要猜到重复的呀！我们一起来猜吧。来来来，插入钥匙，谜底马上就要揭开了。噔噔噔噔，揭开你神秘的面纱。3、2、1，哦，你错了，我这个是蓝色的，我这个是绿色的。是啊，噔噔噔噔，绿色的，你的金色定律错了，打脸了。我们把它组装起来，蓝蓝的是正正萌可，你们猜到了吗？正正萌可
穿着他的小西装，手里拿着一本魔法书，还有纸杯蛋糕，真是萌萌的。这个是胖胖芒可，为什么不是我的隐藏款呢？胖胖芒可好有大自然的感觉哦，手上还拿着浇花壶。最后两个绝对能猜出隐藏款的，这么有信心吗？我希望你能猜出，我也希望我能猜出来。你们猜一下，我们谁会猜出隐藏款呢？嘿，咱们来对比一下，给我们点个小星星，让我们增加动力。来吧，拆开我们的钥匙，很有仪式感，我觉得。嘿，哇，来了来了，啊，他来了，给我一个隐藏款，要梦想成真。哎，我想看到粉色东西。真的啊？这个真的好像有颜色嘞。我的也是粉色。哦，哇！隐藏款，我的也是粉色，但是不是隐藏款。哇，我们两个猜到一样的，才不是呢！隐藏款的上面可是有布灵布灵的闪粉的哦。我这个衣服都有布灵布灵的闪粉，你太幸运了。那这六个盲盒全部都是我的了。没错，六个都归你。耶、yeah ！谁叫你这么好运气，最后竟然给你猜到了。两个爱心盲盒像一对孪生姊妹一样。我觉得这个隐藏款是我猜出来最漂亮的一个。我也觉得这一个是最漂亮的，可以把这六个全部带回家了。那是不是很开心？对，我也太幸运了。要不要跟你的小伙伴分享一下？好。哇，好美啊，满满的少女心。今天跟可可一起拆了这么多盲盒，实在太高兴了。谢谢喵姐把这些全部都送给我。没关系，带回家宝宝回家慢慢玩。你们有没有猜对我们可以猜出隐藏款呢？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还有关注。喵耶、yeah！